深圳石油分公司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在中石化集团的销售终端，加油站经营业务大致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传统的成品油、天然气销售，除此之外的则被统称为非油业务。随着成品油定价机制逐步走向市场化，成品油零售利润在不断的压缩，加上民营外资油站近些年急速扩张，也给中石化等主渠道供应商的销售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增强销售板块竞争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公司的必然选择。中石化深圳分公司非油品处综合科科长麦晓东：前些年我们只是把加油站当做了卖油点，没有看成零售店，缺少商业氛围，完全可以在销售油品同时开展交叉销售，多业态切入零售市场。业内人士认为，中石化等大集团非油品业务的增长意味着其原始的身份开始转变，这为今后的盈利开拓了一个新渠道，也带来了新的市场竞争点。今后加油站的竞争将有可能从目前处于初级层次的价格战迈向竞争服务平稳的新领域。中石化深圳分公司非油品处综合科科长麦晓东：自2008年5月开始，深圳石油分公司开始大规模启动非油品业务发展，目前有一级变电121座，茅台等银优商品2000余种，非油品业务开始与其他传统业务并肩发展。来关注一条影讯，在神偷奶爸小黄人打响了贺岁档动画大战的冰箱之后，喜羊羊与灰太狼之飞马奇遇记和熊出没之国宝雄鹰这两部国萌派的动画片更是瞅准了时机，将会在寒假的首周末先后上映。来听记者报道。电影神偷奶爸上映之后立刻让座，thank you.
Yeah.